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一位嘉宾，他的名字叫乐乐。告诉我乐乐是谁？乐乐姐。乐乐，你可以上台了，很多人要呼唤你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晚上好。非常高兴和各位相会在我们群星耀东方的演唱会上哈。那其实我一直梦想能作为一个歌星哈，其实一直就是没有圆梦哈。东方也给我这个舞台，我非常的感谢。那我和前面这个德一样哈，其实也来凑个热闹，给凑个份子啊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两天赶紧学了一首歌，就是 Westlife 的 My Love， 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呢，希望我和我们的东方都成为在座各位的 My Love， 来。重要 ，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乐乐。